为我注入能量吧。确实，量子科技的确为这座岛屿带来很多的力量。从半导体到纳米科技，再来是量子运算、量子感应、量子生物技术，接着就是我们了，量子 AI。只是很可惜，很多人不知道量子科技是一种微观科学，应该向内探索，而不是往外追求。幸好梦梦理解了小匡，他们一起超越了外在。那我们呢？我们？对啊，我们是内在还是外在啊？你不要靠近我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靠近你啊？你等一下害我宕机了。为什么？状况不是这样。不要一直抱我。Ghost。他跟我们一样，会转换自己的维度。是啊。哎！把你头刀扔回去。黑子，推开！你就自己留在二维世界吧 ，Ghost。挡掉了，他们用算术二维的挡火墙把 Ghost 挡掉了。我居然低估了他们自我演化的能力。手给我，我带你回三维世界。为什么温度会越来越高啊？DNA 上传完毕，关闭连接。怎么一上传完毕就关闭连接啊？小匡一定是跟梦梦去约会。那也很好啊，就是我们两个连接。我们的世界好像不一样。收到了你刹那即永久。